线上购物独特一点，找好东西就上 CT Social。廖健富今天两个打数挂零哦，但是两次的球啊都打得还不错，这一球咬中在右半边 ，See you later。这是乐天桃园今天团队的第二支全垒打，廖健富开炮了，他也帮助乐天桃园现在是取得了7-0的领先。其实前一次打击那个平飞球就已经打得很强劲了，没错，这一球是仰角拉高一些就直接出去了。这个慢慢抓到整个击球的感觉，从上个打击开始，上个打击是这个仰角有点抬起来，最其实这几场的问题就是这样子。那这球修正了一下，这球就没有这种棒子抬得过快的问题。水平击球面做得非常好，就完完全全的咬中。